我是许志彦，我有谈过那场恋爱的导演之一。怎么样？好笑吗？再一个。这一路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恳谈。促膝长谈，你觉得还想继续拍下去吗？想。那我下部电影你们要多做多少？对不起。我希望你答案长。对对，促膝长谈。拍第二部片呢、啊，有一种，我好像准备好了。这样问你哦，女明星怎么追啊？是文心一个就好，因为他老婆就是你。嗨，我们去旁边好好聊一下。宜良，好可爱啊！拍着拍着，我好像什么都不会。我以为我准备好的东西丢着丢着，然后丢光了，然后拍到最后发现，哦，原来我还是什么都不会。就是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都觉得我会了；当你什么都懂的时候，你就开始渐渐发现，我好像还需要更多。真的觉得是报应吗？可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永远，结果都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真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男人跟情情都是你，然后他们的最后。上帝真的有讲过很久忍耐才是爱这么下的台词啊？一个被老天爷报应的烂人，到底有什么资格可以批评我人生？你要懂你所创作的角色，那些角色都应该跟你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是相同的。这个。妹妹，你要跟他亲密，你们是上过床的，你知道吗？是啊，我才知道这个设定。对对对。那个相同部分可以感动你，也一定可以感动观众。你的心理解也需要时间，林轩也需要时间，每个人。你是女主角，你本来就应该，是你给了那么多体力给我们，我们才不好意思。一良加油！一良加油！加油！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哎。真的非常非常的善良，像那天他在哭，你去抱他，然后我就这样子摸着他的脚，就这样子，然后宜良的手就赶快过来，就是拍拍我，就说没事没事。我觉得这种都是细腻的体贴。哎呀，这个真的超难的，我自己也超怕遇到推轨，对，真的假的？工作的时候也会看到他那种一个人去赴战场的那件事情。老天爷终于善良一次了。就是我们其实要一个人去面对一群人，有的时候都难免会有一些尴尬的地方，更何况他们要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疲惫。没有遗憾吗？他可能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需要别人帮他挡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对自己。我觉得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付出他的心血，如果我没有把他们在这个作品里面该放的位置放到最漂亮的位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值得。喜欢那个现场，大家一起捕捉到一个画面，因为都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当那个东西交集的时候，他给了一个这个画面。有没有看我的电影？那个东西就……谢谢大家，收工，谢谢。可是观众期待你说笑。我这个人内在很扎实的，都拍不出来吗？气死了！哦，不好意思。我不去了。郭芹芹。郭芹芹。回吧。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2月10日小年夜，一起来谈恋爱。你刚刚说剧你要一起听。哦，对。